好的，那各位兄弟朋友们，大家好。那这边的话是由八零啊为大家带来的一期英雄联盟这个排位视频。那跟之前做的视频不一样哦，这期视频做的是一个直播，是一个视频啊。为什么叫直播视频？因为这一场比赛的话是现在正在打的啊，也就是这个5月19号的一个凌晨啊，正在打的这场比赛。那这个双方的选手的话，应该来说我就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吧，先看一下这一波的话，对面下路的一个针对，文人这边的话还是收掉对面的轮子吗？哦，这个，但是的话自己这边也是被终结，剩下的这个玛塔，这边这一波的话，我是没有把名字显示给打开啊、哦，这一点的话是有点尴尬，我这边找一下。好的，那这个应该来说大家就看得到，那需要保护的人的话就是我们的 UZI， 在这一场比赛的话也是直接选择了他的一个本命英雄维恩，而这个日暮土眼啊，就是我们的侯爷，侯爷这一把的话是打了一个上路，然后中路的话是一个法师，应该是小虎 Angela Base 应该是小虎，然后 Mata 侯爷香锅还有这个维恩，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一个阵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阵容。我们看一下这个香锅，然后小虎、侯爷，然后还有这个维恩加上，靠、哦，应该说是小狗加上玛塔的一个组合啊、哦，非常非常爆炸的一个阵容。我们看一下对面这边的话，相对而言就是牙膏是我比较熟的，然后还有一个艾伦，艾伦这边的话我也有一点点印象，但已经是不是很深刻。打野的七小月倒是好像有经常在这个我们在国粉的一个王者局是有看到他的一个情况。然后的话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对面的这实力也不能说漏，尤其是牙膏，牙膏的话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这个玩家，我记得好像也是常年在国服高分段。看一下这边的话，香锅是被对面两人的一个包夹给击毙了，小狗这边的话线下打得很凶，要越塔击上嘛，一技能是直接打晕啊，有，但是这一下的话没有走出塔的一个仇恨攻击范围，如果说刚刚那下回身走掉取消掉塔的仇恨攻击范围，那估计小狗这边的话应该是悠哉这边还会再接着往下上啊，就是要干掉这个轮子嘛。国服这边的话也是比较尴尬一点，就是这个高分的排位系统真的是挺蛋疼的啊。看一下这一波分女过来这个资源的轮子妈，这一波的话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是意识到了先行的一个撤退，但是轮子妈非常非常的惨哦，仅仅是只有四级，而这边的话优哉都已经到六级了，两边的这个 ADC 的一个节奏不再一样，但是我们这边注意观察一下这个优哉死亡的次数也是死了这个三次啊、哦、对面的话也是比较针对，尤其是一级团还有二级的一波抓啊、哦、基本上都是抓得非常非常的伤，所以说悠哉这边取得这个中文 ID 需要保护的人也是蛮有生意的。
看一下这边，利用这个维恩的一个被动打一下伤害，但是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个 Q， 居然又躲开了布隆。布隆这一把打的估计心里是会有阴影的，为什么啊？为什么我每次打不到你？然后我们注意观察一下悠哉这边的维恩，这个维恩的话，他也是选择一个主 Q 的一个维恩，主 Q 负 W 一级 E 有大点大啊。现在的维恩的话，就主 Q 和主 W 更多的是看你的一个抉择。如果说你比较想稳定发育到自己第一个大剑出来的话，那这个主 W 也是可以的。看看这边一发 Q 剑滚过去之后直接被秒，下路的话小虎又是过来支援波，好，有点怎么说，有点像在打一个四保一的这种节奏，就是经常来下路打。好，双方的话大部分时间都是集中在下路打麻将，蓝枪的话也是来下路支援的过程中直接被牙膏和这个七小月两个人给抓住一波机会直接打死。然后看悠哉这个出装的一个架势的话，他第一件装备应该是要出这个破败，而没有选择比较火的或者说维恩比较适宜的这个羊刀啊。那破败的话也是经济非常的好，在十分钟以内就把破败做出来。那破败一出的话，这个下路的希尔就有点惨了。不过希尔这边的话主要还是看他队友能不能保他，如果说希尔如果说这个队友能保他的话，那相对而言希尔的他的一个输出环境或者说他的一个生存环境还是有的保障的。毕竟的话在等级提上来之后，希尔这边的话只要这个AWQ 啊，应该来说或者说 QAW 就可以很比较轻松的直接清掉一波线了。相对而言的话就是在清线上希尔是没有什么压力的，那更多的就是考虑到对面会不会再次越塔。哇，看一下这边 RQ 直接跟进一下两下三下啊，也这就没了，直接六下平 A 打死，六下平 A 打死的话反身输出是布隆还是有机会。分离这边一个 Q 圈吹下又在这边的话再打极限距离这个输出，哇，这个见面这个场景我见过啊，见面就是 RQ 开启直接秒，非常非常的果断。看一下一技能推墙 ，Mata 这边的话是先砍一下塔的一个仇恨攻击，但是在 6.9 版本塔的仇恨攻击是被改了，兄弟。这个的话就是在 6.9 版本塔的仇恨攻击，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改动，就是如果说你塔在塔，比如说攻击一个目标两次到三次之后，它会有一个威力的一个提升，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是离开了这个塔的一个仇恨攻击范围之内，然后换成一个新的目标来顶塔，但它并不会说这个塔的仇恨攻击会重新算，而是塔的仇恨攻击依然是会记录上一次的一个状态，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个伤害值。看一下这一波泰坦来的一个跟进，但是没有什么机会啊，反倒是酒桶在中路的一个杀出，直接一个大招是把瑞兹给炸死了。蓝枪这边很尴尬，好像刚刚的话是一个，刚刚那一波的话是被酒桶一技能给顶起了，所以说没有滑步滑下去啊。这个开局非常顺的一个，开局非常顺的一个红色方反倒是打了一波比较难受的一个节奏。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上路，上路的话我们这个侯爷的话也是在上路稳定发育100连毫不动摇，而且出的装备也是出了一个腰带。那吸血鬼出腰带的话很明显就是为了让自己的E技能能打中对面啊，这个吸血鬼的E的话相对而言想打中对面现在确实是比较的困难。那看接下来的话下路这一波双方的一个互换啊，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节奏，都是在稳定的一个 A 兵。那这边的话酒桶是在侧翼，但是有已经是被眼位给侦测到了。对面的话是选择四包下，轮子妈开启一个大招，布隆交大，轮子妈接大。那这边的话酒桶是哦，酒桶是一个意见的一个接近，分离这边开大想保护一下这一波蓝枪的一个及时赶到泰坦的一个绕后。维恩这边的话有机会收一波双杀，怎么说直接被酒桶一技能顶起，酒桶交闪，那直接红 buff 挂上交闪。这一波的话双方打的真的是有声有色有来有回，但是竟然是没有出人头，反倒是上路的泰坦这个兄弟是直接被卖了。这一波真的是打得有声有色的双方啊，这个就像我们平时说的雷声大雨点响，哦，雷声大啊，但是这个没雨，非常尴尬啊。这双方也是技能交了一大堆啊，动作酷炫华丽，但是没有人倒下。然后看一下下一件装备的话应该是先把一个攻速鞋给做出来，然后对于维恩这英雄攻速的这个需要性或者说攻速的这适应性对于维恩来说还是致命的。维恩跟其他所有 ADC 都不一样，其他所有 ADC 的话他们可能这个暴击攻击是首要，而维恩这边的话只有这个攻速是他唯一所需要的啊，其他的这些属性相对而言都是一个比较锦上添花的一个属性，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就是攻速。
那看一下这一波。 悠哉的补刀真的是没得说啊，维恩这种英雄的话，真的他的补刀和清剑其实是挺难受的，因为他没有清线能力，他只有那种单补的一个能力。但是悠哉的维恩的补刀也是非常非常稳健啊，就算是在这个13分钟有30个人头的这个局啊，悠哉这个补刀数还算是比较能看得过去的。看一下这边一个一剑直接定住啊，又是看一下破败抽一口，直接活活追死，追死九重之后，这边反身输出对面的这个泰坦，因为有真实伤害的。 这个英雄用户完全是不从，看一下这边再输出还击，蓝枪怪的一个进场是先收还击，非常稳健啊！这个连大招都没有开，刚刚那一波应该是没开大还是不？哦，应该是没蓝了，开不了大，他不是他不想开大。那这样收了之后，我们看悠哉的经济2400，2400的一个经济的话，出了鞋之后他。 看一下他会不会出羊刀吧啊，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北美的这个维恩哦，羊刀的一个维恩，那他的话是选择出羊刀，然后在线上要对拼之前先把羊刀叠下，然后后续的出装就跟一般的维恩没有什么区别了。看一下悠哉这边会不会出羊刀啊？出了羊刀之后的话，维就是羊刀之后那个维恩触发鬼刀的一个就鬼锁之怒的这个效果之后啊，确实是蛮变态的，两下就是一个真实伤害，两下就是一发真实伤害。 看一下这个维恩的话，划船基本靠烂啊、哦，一个大招直接退回去。那这个就肯定是应该是没有的吧？哎，还有闪现直接拉开一段距离，这边的话蓝枪怪是收掉还击。哎呦，这一波的话人往会往哦，双招在手天下我有，极限血线的话还要再秀。这个的话也是啊，毕竟这个悠哉的维恩啊，确实是不一样。看一下泰坦投入这一波还能有吗？一剑减速一下分女开一个大招，这波还有还想打这边的话追一下，利用自己的被动想追一下对面的布隆，但是九桶怪一个 Q 键的一个减速，是威慑一下，但是没有打到任何这个目标。这边一个 Q 键又是躲开了布隆的环动治疗，布隆真的是日了狗了这一把，这一把的话我就好像没有看到布隆的 Q 键有命中的一个状态。看一下这一波对面的话开启一个大招，希尔又是非常惨，直接被维恩两发给打退，两发打退维恩之后，对面三个猛汉想追击维恩，但是维恩这边毫不慌张，交一个 Q 键躲一下距离，拉开一段距离的话，让自己的队友先行进行一个输出。侯爷的一个进场，这一波的话，旭月的状态是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时候侯爷在对面的话被千人打万人弄。 而悠哉这边也是比较尴尬，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输出位置。那这样的话，侯爷已经是先行倒下了。看一下蓝枪跟悠哉两个人的一个配合，睿智在侧翼这个进场，身上的被动已经是打出来了。泰坦直接给个大招限制悠哉，悠哉在前面的话已经是把双刀交过。这边怎么说跟泰坦的一波皇城 PK， 泰坦开启个打比，但是打不过啊，兄弟这边的话悠哉是有个回复血线的一个情况，而且的话泰坦这边刚刚是一发便宜打到了睁眼身上，这一波追击看一下能追死几个，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啊，双方的话也真的是打得你来我往啊！这悠哉是直接想3600啊，已经是3600了。那我觉得的话，他回去这一把的话，有可能会先做羊刀，因为羊刀怎么说？哎，看一下想秀一下沙皇，没有什么机会。这边的话自己上路吸血鬼的一个传送过来，用这个腰带前进一下，但是腰带这个装备延迟性真的是太高啊！之前的话也是给大家道个歉。 我之前的话一直觉得腰带这装备的话会非常非常OP，或者说非常非常的爆炸，但是没想到他腰带这装备的话位移距离竟然如此之短。好，然后他的这个位移距离短就算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延迟真的是感人啊！这个延迟效果真的是太感人。看一下这一波蹲下蹲一下对面的 ADC， 但是对面 ADC 这一波明显是没有上线，应该的话是可以通过兵线看到对面的 ADC 上线了。悠哉这一波还不想回城啊，我的兵线已抠。 逼剑已抠，哦，只能说靠着这个死亡才能让我回城。看一下这波又看到对面那个酒桶直接过来，一下破败抽一口，酒桶给个大招，但应该这样子就没有机会了。希尔这一波的话也没机会收对面的布隆，是在赶到的情况，这边希尔开启个大招想留人轮子吗？没有机会。芬女士交了一个闪现，拉开一段距离，这边的话蓝枪是先被猛殴一套，但是这边维恩输出环境很不错，直接先行输出布隆，蓝枪给大小虎这边收掉对面的一个布隆。睿智这一波的一个传送有点没看懂，看一下这一波应该是想包夹后面沙皇的话，这边一个强力的还不错，但是没有什么输出空间，自己的队友维恩这边的话还没有忘记要再打眼来回复啊、哦，这个维恩究竟什么时候要回城？ 我真的是日了狗了，这个维恩极限残血就是不回城，然后就是要烂，然后慢慢的通过破败就把自己的状态给回复起来了，这已经是。
哇，终于是回程了！我的天呐，已经是携带着4700的一个巨款回程。好的，那趁无缘回程，我们这边也是悄悄摸摸打一波广告，那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广告，哦不，应该是一波订阅，那也是在屏幕的右边出现一个黑色的蜡笔小新头像，那请大家帮忙点击一下蜡笔小新的头像，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由巴林为你带来的英雄联盟的一个高分排视频更新，而且的话就是。这个会带来一些大神的第一视角，还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国人选手，这些都会给大家。所以说，请大家务必要帮忙点击更新哦，谢谢大家！记得点击一下订阅巴林哦，就是这个黑色圆形图标蜡笔小新头像，非常可爱哦。看一下这边的话，不停的利用走位，尽量的延长一下这个鬼斧之怒的一个效果。一个一阶的话，推墙一下两下，直接是打出被动。但是这边的话，沙皇还是比较克围的。哎呦，这一波，满满的雄心壮志哦，满满的这个豪言壮语，就被沙皇的两个沙兵戳，哦，就这样子瞬间没有了。这一波的话，应该来说是无人在那么久的一个爆发啊，就是被这个沙皇几个三 B 戳两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非常非常的尴尬这一波。这一波本来应该是这个维恩，这个我觉得就像当年常山赵子龙出山一战，然后啪啪啪啪打得非常的凶，但是换作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喻的话，就是我们的悟空兄这个化猴的那一瞬啊，就好比悟空兄化猴的那一瞬，直接蹦出石头，然后直接被人家一巴掌挨到地上啊，你蹦什么蹦？回去啊，就是有点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尴尬。该那波可以说身上携带了4700的巨款啊，本以为是，就怎么说，就本以为是一个这个天下轮流转，轮到我应该让我要出山，但是没有想到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效果。那这边的话，操作非常的细腻啊，就是利用这个走位，尽量的是把自己的被动给叠好。然后看一下对面的话，泰坦敢不敢上线？对面泰坦是没有上线，那这样的话，维恩也是比较轻松的上线来吃下这波线。不过身上法强高的有点夸张啊。法强的话50点，再加鬼刀叠穿，那这样的话也能接受啊。这个74点的一个法强。鬼刀这些装备的带的这个法强真的是有点高，这样仔细一想，因为现在有很少有什么道具能提供直接提供74点的法强，已经是非常性价比高的一个道具。看一下，现在维恩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通过不停的 A 线啊，尽量保持自己鬼锁的一个效果。那保持鬼刀在线上的，就是保持鬼刀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效果，可以让他比较轻松和方便的打出爆炸的一个伤害。看一下这一波，刚刚的话又是在集结侯爷的话，这边又是被沙皇上面吹得很惨，九筒一个一阶伤害的四维伤害，刚刚好。维恩这一波的话，身上6层的鬼锁效果已经是出来，一个人可以追着对面4个人了。看一下破败抽一口，泰坦这边想限制一下维恩啊，有一个 Q 技能翻滚过来，但是直接被沙皇的墙给隔断了。这边还想追，但是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个伤害了。蓝枪是收获了一波三杀，维恩这边的话还想利用自己的被动再叠一下，看一下两下叠出这个鬼刀效果，最后一发没有打出来，闪现跟一发平 A 直接收掉。该内下蛮尴尬的，该内下的话，最后一发这个不懂是他是用这个点 A 键的还是怎么样，竟然是打到了一个小兵身上，差一点点啊，就让对面的这个酒桶给离开了。这一把真的是打得好看，只能这样说，22分钟，哦，还不到23分钟，人头数已经是来到55个，这个真的是蛮夸张的。看这一波，这一下的话，这个维恩打龙的速度，在有鬼刀的加成下，真的是不要太快，瞬间的话是把龙给秒了。
但是对面的话有沙皇这个点，就是还能拖的一个节奏。这一边的话，侯爷是交了一个这个腰带之后往前拉远端距离，维恩这边的话配合队友再进行一波追击。沙兵的话又是来了啊，又是沙皇的一个沙兵，直接是有点改写局势的一个样子。看一下左等哥意见，直接是把对面的沙皇给收掉。瑞兹的话和维恩选择一波绕后，但是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空降。这一这边的阵容相对而言没有什么比较稳定的控制，沙皇这边戳下，维恩这边反身过来想输出，直接的话是跟。是想跟黄鸡换哦，被酒桶一个异技能顶起之后，伤害能力确实还是比较不错。这个酒桶的话玩的也还不错啊，939的一个数据，就是打团的话，就是感觉对面下路的这个希瑞尔蛮尴尬的哦，怎么希瑞尔才十级啊，一个 ADC 打了才十级哦，非常非常的。真的是太骚了一个 ADC， 只有十级的一个等级。看一下布隆这边的话是身上的话是三速鞋的一个效果啊，直接选择一波兽塔，这波兽塔应该是成功，没有成功。这边的话瑞兹这个虫还是没有消失，希尔这边的话开大来输出这个吸血鬼，但是这个伤害真的是有点尴尬。酒桶这边的话给大顶一下，一个 W 回复一下，希尔终于是拿到了本场比赛他自己的第二个人头，不容易。而维恩这边的话，在现金装备是选择了一个幻影之舞加三速鞋，然后的话，这个东西一个十字镐，十字镐这东西难道是要补个驱影吗？其实我觉得他出一个。就怎么说，就他出一个这个血手不错啊，因为对面的话酒桶还有泰坦两个稳定的控制很容易打到他脸上，所以说出一个血手能增加下自己的容错率，或者说出一个水银解下控制啊、哦、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看一下蓝墙那个绕后这边的话，沙皇一个漂移给大，哇这个沙皇玩的真的是挺 nice 的，说实话，但是没有办法，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看一下这边无言的一个输出，两下打出真实三，一个 Q 先躲开布隆这个大招，开启大招想追一个反身 Q， 这边的话再输出酒桶，哇这一波操作我给十分，太 nice 了。这一波就是无言一个人在秀啊，这一波操作这边的话分明是给一个减速的一个效果，在这边不停的一个输出，这波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闪旋。用我们刚刚那一波，就是他的这个反应啊，悠哉的这个反应真的是很夸张。布隆这边大招又是没打到这个，然后这边在追击的时候看到酒桶上来，直接是一个反向 Q 啊，就直接是躲开酒桶后续这个输出。看一下这一波好像有点想一波的一个意思，但是沙皇又来了，哎呦，这沙皇就天克维恩，就一个 WEQ 直接就秒掉。看一下这一波侯爷的话，在这一把感觉好像是有点模糊啊，存在感不是很强烈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哦，侯爷来了，侯爷倒下了啊，侯爷离开了啊，经常基本上我在我的解说词里面好像侯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一下闪现给个意见，想打死对面的布隆，但是伤害也是差了一丢丢。侯爷这边的话也是在输出对面的敌方单位，怎么说一个异技能过去的话，直接是震死了对面的黄鸡，黄鸡被震的情况下，对面这座塔就有点难守喽。酒桶也是交闪，希尔的话打到现在仅仅是只有100刀的一个机长，非常非常难受。看一下这一波把瑞兹给勾过来，但是瑞兹这边完全是不怂，胡爷的话开启一个异技能，但是这个异技能感觉真的是现在这个异技能耗血又多，但是这个技能命中率又太低哦，感觉拳头的话在下一个版本应该来说要对这个技能进行一个比较着重的加强。侯爷这边交一个腰带之后啊、哦、非常喜感的一个腰带，泰坦给大招定住侯爷，然后配合自己的队友的话，希尔这边也在尽力做出自己的一个输出，一发便宜的话是直接打死对面那只，反身再进行下一次的一个攻击，追一下一个 Q 键二段 Q 的一个伤害，直接是把侯爷给击杀，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看一下这边，这边三个人的话也没有想什么，哇又在这边直接是交大招交闪现来追杀这个酒桶，人头一定要给我 boy。 蓝枪这边的话是给个大招混一下这个人头，看一下又在这边直接破败抽一口，直接是收掉这个人头，300块到手。最后件装备的话，又在感觉是想选择无尽啊，应该来说身上的钱是已经够了啊。无尽出来之后啊，这个无尽出来之后还要再做一件这个攻速装吗？我感觉这攻速装都已经有点溢出了，难道最后一件装备做一个火炮吗？
我感觉没什么必要，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最恶劲装备的话，其实做一个存真甲也不错，2400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有点搞不懂悠哉最后劲装备他想做什么，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这攻击力明显是溢出的这种情况。看一下这边，这个在触发鬼锁之后打泰坦这种英雄真的是不要太爽啊，就啪啪啪嘣嘣嘣，就啪嘣啪嘣啪啪啪嘣嘣嘣，就这种节奏。看一下这边身上有鬼锁的效果，但是被打出不懂那个被动，直接的话一个 Q 键闪现拉开一段距离，差一点点要直接被炸死，80多点血，不过身上的话有破败，找个地方想抽一口狼抽一口血，但是发现这个野怪的话已经是被蓝枪给清得干干净净，香锅你就如此待我。看一下接下来这一波，哎呦，差一点点被轮子妈的弹射直接给弹射，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轮子妈这英雄的话，在后期我觉得也是比较 OP 的。布隆这边过来一个一剑直接推开，反身先输出布隆开大，这边的话开大的有重置平 A 的效果，尽量把布隆的伤害给打高。这边一个 Q 键拉开一段距离，不要让泰坦追到自己，一下两下直接的话，这个泰坦一发 Q 键呢再打出来之后，瞬间是把泰坦给秒了，非常非常的暴躁。看一下这一波，哟！但是这一波面对着对面这种四杀级哦，这个毫不吝啬的这种手段，那这样子的话，就再也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选择下一波抵抗，好，那只能是乖乖的交出自己的一个青青性命。这一把怎么说，真的是打得太激情了，这个要我做这个回放我都不懂要怎么给大家做这一把，说句实话啊，真的是双方打的都是有点，真是完全是不管不顾了，就是那种就是要烧就是要干啊，就是要跟你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尤其是悠哉这维恩的话，在这一把真的是烂到极致啊，想怎么烂就怎么烂，想怎么嗨就怎么嗨。打了这一把，我估计打的就是一个痛快。看一下这边的话是已经推掉对面下路的一个水晶之后啊，反身的话是要选择来输出中路的这座水晶塔。悠哉的一个暴击几率现在应该是来到了50%吧，有没有？好，70%啊，非常高的一个暴击，无尽电刀环杀，无尽这个幻影和环杀70的一个暴击，非常的夸张。看一下这一波又是被动叠好的这个维恩，非常非常暴躁的一个输出，但是又是沙皇啊，沙皇这兄弟的话又是把维恩戳了两下，直接是实力交了一波维恩做人。看一下酒桶闪现的一个跟进，给大维恩交一口治疗，还想再操作一下有没有挽救的空间，没有挽救的空间。这一波的话孙女也是爱莫能助，我已经没有大招的兄弟啊，并不是我不想救你。沙皇这边的话也是紧紧的守护着自己的这座塔，吸血鬼的这个数据也是非常的漂亮，208个刀啊，888看一下这一波沙皇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秀啊，在远距离的话极限残血是把对面的这个侯爷给戳死。牙膏这个人的话真的是不错啊，之前的话我有看过他直播，然后有记得那时候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打职业，他说打职业太累了，他就想说打轻松点，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欲望。这边的话是把这个吸血由前来由前期一干八的数字啊，现在变成一个终结了。哟，侯爷这个时间点难道是要掉链子了吗？突然是
掉线了，微距的基地的网线应该是被人家给拔了。侯爷这个时间点是觉得非常尴尬，莫名其妙的一波掉线。那这样的话变成一个4-5的局势，局势真的就不好说。因为对面阵容其实是蛮不错的，希尔这英雄后期的一个成长期，还有沙皇这英雄，哇，一戳就是这个差不多1/4、1/5的血没了。看一下，不过侯爷的话也是不离不弃啊，队友们我又回来了。这边看一下侯爷身上也没传送，身上是有传送，那这样的话侯爷可以第一时间支援到战场。还想在家里面玩一个家园卫士传送的一个套路，没有是选择让这个小兵多砍一下自己，多砍一下塔的一个成分攻击。看一下这一波侯爷的一个进场，直接是被打残。对面的话有点凶人，这么开启大招是想做一波反扑。侯爷这边的话在等待一个机会啊，对面的话这个阵型还是比较凶，这边先点一下布隆。粉女的话开启一个大招式，给自己的队友增加一个回复的一个机会 QRA、哦、这一下的话迅速打出3发的一个伤害。那这样的话是直接把泰坦给击杀，泰坦给击杀的话对面这边是少了一个比较漏盾的一个前排。无人这边的话还想烧，还想让一个 Q 技能被交出之后闪现拉开一段距离，是躲开了沙皇的大招。沙皇被终结的话对面应该来说就没有得打了、哦、这一把打的真的是可以说真的是很烂、哦、这就是把这种王者局当作这种大乱斗来打啊，完全是不管不顾。94个人头，天老爷，93个人头了，已经非常非常爆炸。这一局终于是结束了，然后的话，最后的回放也是不知道要怎么给大家做啊，真的是很尴尬。这王者局30多分钟打了93个人头，这你能信？好，那这一局的话就做到这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我是80，那最后的最后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广告，请大家帮忙点击一下，就是这边一个天猫的一个图片广告。那在这个视频的右边这图片广告，请大家帮忙点击跳转一下。同样的话在这视频的正下方，也就是如果说你是用优酷手机客户端观看视频的朋友，在这视频正下方也有个图片广告，依然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下。那这边的话也就谢谢大家咯。那这期视频就做到这边，非常非常刺激的一期王者的一个排位视频啊，那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是80，我们下期见，拜拜。